差不多压力不要那个，然后不要过度操劳，对吧？然后我比较需要以后可以当设计师，然后帮别人设计房子或者是别的东西，然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我说报单是薪水比较高，而且又有退休金可以领，而且也不会像高科技产业会那个有过劳死的问题。然后，而且警察可以。这个职业也不用考虑到加班的那些问题，而收入也比较稳定，所以妈妈希望我当药师，我觉得这个职业也还不错。我的报告呢？谢谢。我跟我妈妈讨论过后，她希望我可以当药师。她说当老师的优点是可以做育人才，把学生教好就可以让学生成为以后国家的栋梁。不过我也觉得不是每个学生都很乖，有些学生会吵闹，有些人不喜欢课，但是如果他们有成就，自己也会引以为荣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警察比较好，虽然警察工作日夜颠倒，有时候家人想出去玩，因为不可能能出去，这样也不能让家人培养感情。例如有时候晚上上班，家人在家休息，回到家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上班。不过这样日夜颠倒的工作也是很值得，是为了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，所以也没有想过，虽然当老师可以培育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，我觉得当警察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长们改变。